现在啊，这个是这个毒水生存第二期啊。不过呢，毒水生存那个模组已经删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他们说卡，然后咱们就给删了。我现在干嘛呢？这个水里边已经可以进去了啊。有的人反应还是卡。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要抢他的绳子啊！过来，绳子还给我！我去，绳子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哎呦我这货不愿意死啊！我去，我要饿死了！你快死！绳子给我！我去，我什么也跟你交易不了，绳子呢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待会儿死了！哎，绳子呢？哎，怎么一个都没了？不是，哦，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？哦，搁这儿呢。别打我了，我要死了。我走，我走，我回家去。你们俩走开。他俩吐我呢。哎，别吐了。我死也要死到家里边。快快快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哎呀哎！这怎么能活活饿死呢？我塞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现在咋办呢？OK， 我看看啊，现在啥也干不了。现在这个坑呢，正式改名为叫这个灾变啊，灾变模组生存啊。这边有棵树，这是我种的，慢慢来啊，不着急。火焰，我在你家，你在我家干什么玩意儿？没有啊，你没搁我家。工具收一波啊。工作台在这儿呢。看不到我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在山坡上面吗？我又没搁山坡上面。OK， 然后，我看一下啊。那我做个斧子啊，这样，做个斧子吧。OK， 然后呢，再来一个斧子。我应该去刨点矿去。我来这个斧子。要不我自杀呀？是吧？又饿又那什么，干不动活。那我家搁这儿定不行啊，我憋死得了啊！哇，这就有点难了，这个。我在你家门上跳，没有，你退出去吧。不对，我看你在山坡上面呢。那我为什么要住那儿啊？ OK， 我瞅一眼啊，那边我发现有棵树，我搬那儿去啊。这回好了是吧，把斧子给我，敲给我，我挪个地方吧，我不搁这儿待着。我去，我搬家吧。我现在看着你了，你别上我家来行不行 ？OK， 没有什么辣的吧？走，咱搬家啊，咱不搁这待着。那边看着吗？哎，你怎么上那儿去了？把我家给炸了他。哎，你这人膈应人不？我要搬这儿来，你把这边树要给刨了。那我这样啊，反正我不跟他们住，是吧？留一块啊，然后剩下都给掰碎了，然后我来个小船儿。OK， 然后我把这个扒走，我离他们稍微远一点啊。随便啊，哪儿都行，看看有没有一个好一点的住的地方。这边啊都是水世界啊，不太好混呢。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这儿可以啊。哇，好大一片地啊。这儿可以啊，哎呦甘蔗。我的。这还不错啊。哇，全是白桦林呢，这。哎呦我去。我搁这儿行不行啊？应该还可以，那咱们就搁这儿住吧。
到了一个白桦林啊，也不知道能给他活明白吧啊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火焰呢现在有个粉丝群啊，什么群呢？是企鹅群啊，企鹅群。然后呢，看火焰主页或者私信的方式啊，你就能找到这个企鹅群了，跟火焰一块打游戏啊，看火焰每天最新的视频啊。好多人说每天第一时间看不到火焰的最新视频，加入这个企鹅群，你就能每天看最新的视频了啊，可以。